本来我是想着，如果宋三川打赢的话，我就正好把他推荐给蒋杰。结果是差不多，就是惨烈了点。哎，是不是我饿了呀？我怎么觉得他们家馄饨那么好吃啊？谢谢。干嘛突然这么客气啊？脑子里关于另一个人的记忆，大部分都是温暖的。其实我也挺不习惯。哎，我们钟点在哪儿？那里，来，把这个带上。 哎，怎么还没有跑？心率就高了。嗯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最好是你》，爱情而已。